言，赌上命理师的招牌，艺人的未来大事你怎么说？印度神童来了，只有我敢跟他 PK。 你们躲去哪里了？我有第一次来参加节目，以后不需要发给其他老师了。我要继续投资，一路亏空，面的是事业会结束，可以开发另外一条路线。好运不要开了，你现在正告诉他新口味。什么意思？注意什么才不会赔钱？那个人真的没有当老板的命，一定累死，而且你没空谈恋爱。知问时间，小明星大跟班。